拜有台剧呢，无演啊。哎呀，为什么无挂哈？因为就是家有喜事。那你知道我们其他人都不重要嘛？尤其是拿着手机的那个，是麦伦啊。雅安姐，连在一起，连 NG 片都靠谁？那那还有什么？你讲哦。伤脑筋。伤脑筋，都伤脑筋呐。伤脑筋，套到人家伤脑筋了啦。你讲哦，我讲来啦。你讲哦，哎啊，都超级强啊！你的运动伤害。给我讲来啦。春花来了，欢迎皇上，皇上驾临秋月的直播现场。是的，你那里头问别人春花，你倒怕什么？哎呦，春花是领导嘛？对，我头疼。阿春头家讲，哎，啊，恁两个来坐到电话中，恁来无冤家。啊，然后你讲，院长，我讲，啊，胃好就不要来弯啊，因为胃无好袂使弯，胃无好难弯，太快。你最近好不？哦，我去。讲你韩国佚佗啊？哦，我韩国吼，你这支买个歪歪啦。但你这个你讲吼，也直播这支吼是什么人啊？你啦？哦，最近吼去韩国佚佗吼。你哪这么面啦？都去韩国啦？我本来都没当。啊，你主讲啊，你红熊呢？是的，青菜的出鸡哦。我那天有出鸡美食的。啊呜，我看是后宫佳丽在。对哦，就是阿伯带你。哎，这摆有台剧呢，无演啊？哎呀，为什么无挂哈？因为就是家有喜事。那你知道我们其他人都不重要嘛？尤其是拿着手机的那个，其实麦伦啊，其实不重要，就我们俩比较重要啊。那我如果说去演那个舞台剧，然后又把它拖走，那就成为框架，不然很恐怖，对吧？咱两个一直开杠，一直开杠。边个也唱来传你嘛？也直播不加这些上，我就嘛跟你照家己者。但我头下唱较顺的，我是讲你到底在讲偌久咧？啊，彩华姐呢？因为我屈指一算，九九年嘛，全全回去，把他今年当来，我买零零白白归多地，我算出他今年会很红。但是红也红不过我们雅兰姐。你比较红吧？你姓红又穿红。对。你就这一点嘛，一直打浪我的光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？你看我头捅这么前面，证明你们两个脸比较小。哦，对。我那底下后边，你看你脸皮变这大呀？这是你用低俗的上班啦。No， 谢谢啦。哦，红哥很贴心。我一刚去看很低嘛，你看光芒四丈。哦，因为衣服穿上去嘛。一光一光，光芒万丈。我叫你怕一点，朋友，是人生智慧嘛，功能性智慧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很精品，都不好吃。那还有什么？你讲哦，伤脑筋，伤脑筋，都伤脑筋啦，伤脑筋，套到人家伤脑筋了啦。你讲哦，我讲来啦。你讲哦，哎啊，都超级强啊，你的运动伤害。给我讲来啦。